来预告一下，来预告一下，预告什么？预告呢？我们4月5号，有来自我们屏东的太武国小，谣传唱队，很饶舌。太武国小古谣传唱队，太武国小古谣传唱队，在我们4月5号就在我们田华村这边演出。4月5号呢就要来这边了，如果你是外地的话，你4月5号就要先来，因为你4月6号要怎么样？4月6号你就要来听决赛了哦 ，Come on！ 4月6号没有错，就是呢我们焚风乐团比赛的决赛就在4月6号，可以看到我们青少年组五队，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大专青年组的五队呢，在4月6号来比赛。好，最重要的，待会其他的我再预告哦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4月12号呢，是我们的金曲歌后，在这一届的田华村有很多金曲歌后有来过，那这一届的金曲歌后呢，就是我们的以利高露。以利高露呢，在我们4月12呢，就要来这边呢演出了，请大家一定要来参加哦。接下来，借用各位的双手，借用各位的热情，借用各位的双脚，一起来欢迎马拉卡。Hello。喂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马拉盖。尖叫声 ，OK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马拉盖。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，我们的自创《自由的风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
之窗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一个香港的乐团 Solar， 直觉。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越来越精彩，越来越好听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错？有。打不打对？对。打不打对？打对。好，没有关系啊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好。